官，大家午安大好。今日吼，话甲看，敢若真忝个款。吼，过去吼，咱做学生，逐天咧坐，吼，所以讲感觉较袂晓忝。即摆出社会啊吼，有大家个每一个工作个领域无同。吼，所以讲即摆佫叫你做倒来遮坐，一个两工吼，感觉会足忝，吼。但是无要紧，伊上这法律的课，代表讲恁对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，咱有迄个认识佮了解，这是上重要。嘛，真甘心啦吼，恁伫这个拜六礼拜当中。放弃这个休息的时间吼，来遮来研究、来讨论吼，恁的精神嘛，非常的甘心啦吼，谢谢哈。今日这节课是这个台湾近代史吼，这个回顾。首先我自我介绍吼，我姓刘，名坤南，我住伫屏东吼。伊屏东进即个生产的物件，水果嘛真济吼，尤其是啊进雷公，吼雷公进足济，吼若寒天都也有枣啊，也有莲雾，吼山啊往来拢足济吼，在屏东嘛足幸福个吼，但是有较热淡薄啦，拢晒甲乌湿湿吼，好。来，咱即节课吼，咱到5:05嘛吼，即个当中咱会休困10分钟吼，10分钟。因为台湾的近代史吼，就是对即个历史的过程，咱过去清朝啦吼，还是即个。电信讲迄个时间，咱无去讲，咱对即个马关条约，吼、就是咱所讲的下关条约开始，吼、马关条约开始。即个你伫看到泡泡文特的即个吼，拢是即个近代的战争的历史。伊伫迄个年代，就是拢在战争。你若增加你的兵力、你的军力的话来讲，你就是。相共比人食去，吼、哦、所以讲，伫迄个年代啊，拢是在战争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拢是标题吼、哦，等下我会一一来做解说，吼、哦，咱着对1894年开始吼、哦，咱伫这个科书，吼、哦，咱有读过这个甲午战争，但是甲午战争着是大清吼、哦、甲大日本帝国。战争啊，真短时间吼，大清战败伫1895年的4月17日，吼、哦，签下这个下关条下关，这是一个地名，吼、哦，伫5月7日生效。过来生效以后，吼、哦，就是爱有土地交割，吼、哦，大清无钱。通啊背，所以讲伊会挂地，吼、哦。迄阵是应该伫迄个年代拢安尼。你挂地来讲，吼、哦，迄阵有挂三块土地，澎湖、台湾、甲辽东半岛。但是辽东半岛吼，伊、哦、是即个领土，所以讲领土袂当挂呢。伫国际战争法内底有规定。包括万国公法当作相共，吼，拄啊对1830年甲1840年，伫迄个年代，拿破仑的年代，伊进前是拢占地的嘛，你占着就是我的啊，吼，所以讲伫迄个年代以后，咱就有即个万国公法，吼，延伸到即个国际的战争法内，就是讲你占着，袂当。占地为王，吼、哦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吼、哦，这就开始吼、哦。所以讲有三个国家出来反对，吼、哦，
德国、苏联、甲法国。但是为啥物咱才会当得到台湾甲平洋？因为迄阵台湾即块土地是扩殖地，哦，佮比殖民地佮较低小块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天皇有即块土地了后，六月初二开始交割，交割点交了，哦，就开始天皇伫即块土地开始建头一个主权，吼，即等下我会讲，哦，就是伫1905年到1915年开始。这个十年的时间，就对北部吼，啊，伊派军队、派警察开始征服吼，征服到南部吼，整个规个台湾，就是日本天皇头一个建立主权。但是伊建立头一个主权，是叫做领土主权，叫做权力的主权。啊，经过东华，吼，东华意思就是经过语言的教育。开始慢慢按照人国公法的这个 SOP 了，哦，那开始，哦，这个实施免疫宪法，但是伊伫这个过程当中，哦，就是有这个方面化，哈，伫四月初，1937年四月初开始方面化，哦，啊，三年叫做方面化，就等下我来做解说，哈，过来就是1941年12月初七，伫迄个时。已经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啊，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底是啥物人引起的？吼，哦，咱这个等下咱来做解说哈。过，哦，来1945年，加上搁一个四月七，啊，为虾米？1937年啊，这个四月七，啊，这个四月七的日子，就是因为日本因整个规个地区。实施会计年度的日子，哦，包括这个公司上班，哦，还是学生上课，拢伫四月初，哦，四月初开始实施，哦，这个民主宪法。然后，这个1945年，哦，8月15日，是因为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。日本属于太平洋战争吼，日本甲美国，啊，所以讲美国投下两粒原子炸弹吼，8月7日，头一粒是投下伫广岛，第二粒8月7日投下伫长崎吼，这两粒投下了后，伫迄个时间点，大死将近到40,000，但是伊周边的辐射效应要无算。哦，都很细的，已经差不多40,000人啦。啊，所以讲日本天皇讲，害啦，如果呐，安尼继续搁喊落去，可能日本会亡国。吼，哦，所以讲伫8月13日，哦，啊，经过国会半通过，哦，所以讲无条件来投降。所以8月15日，哦，迄天就是这个投降日啦，吼，哦。啊，伫这个靖国神社。咱今年吼，这靖国神社咱也要去吼，就是呢，乌木就是因这个像咱这个清洁扫墓的意思，所以讲靖国神社遐1月15日足济人吼，过年将近差不多17,000人吼，啊，所以讲咱有派代表吼，3-4个人要过吼。哎，伫1951年9月7日吼，这是。战争结束了后，即天是和平条约吼，旧金山这拢是地名吼。伫旧金山和平条约吼，这是签约日哦。即天签约，我代表战争结束。即天拄啊签落，日本这个北方四岛拄啊甲苏联开始激战吼。就爱等候即天。1952年4月28日，先后一天，那算个五战天机战争，吼，哦。来，咱即摆咱来讲，这个土地天本，吼，哦，就是讲，这个近代史、近代史到底过去咱的历史。
头一个建立的诶，即个天皇吼，伫台湾建立即个主权，吼、哦，就是叫做权力的主权。啊，咱若伫即个土地顶要甲拍开，到底即块土地是啥个？伊过去咱也毋知即个历史的进程。你甲我咱所读的诶，迄个版本拢是，吼、哦。但是我了解这个原文了后，我才知影讲，害了，咱过去所读的历史，拢是假历史，吼、哦，拢是伫国民党过来，吼、哦、啊篡改这个历史，拢因家己骗咱家己死啊！你甲想讲，咱是战败国，战败国哪有迄个国防制？安嘛戆戆，唔知影，哦，啊，搁因个海军旗安尼插到，逐间厝拢有。哦，所以讲，这就是洗脑式的教育，哦，把咱教到咱啊戆戆吃吃。所以讲，即阵咱要去讲解说，做派解说，原因就是伫遮，哦。来，咱即摆咱啊拍开土地成本了啊，哦，到底即块土地是啥物人建立的？啊，到底是啥物人的？哦，譬如讲，伫台湾遮嘛有经过。荷兰哦，殖民过，嘛经过西班牙啊，大都王国、东联王国，就是郑成功啦，哦，郑成功。后来大清帝国，大清帝国伫台湾即块沃之地，管212年，哦，即212年，为什么无法度通建立即个主权？因为伫当这时，迄、那个土地吼，咱是呾做成一只蚕，吼、哦、蚕啊，迄个蚕的形体，西半部这边是屯六个屯垦区，但是高山迄边拢无管理着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日本天皇对北霸南整个规个台湾的岛屿版头啊，一慢慢征服，所以讲有迄个无声事件，吼、哦，你若有去看到迄出迄个《赛德克巴莱》，你有看无？迄是非常典型的，就是因为这历史演变过来，因为有异族嘛，异族去甲因干涉因的生活，所以讲产生冲突，吼、哦，就是这个事件来，啊，所以讲这个日本天皇伊嘛召开。哦，这个国际的会议，到底这块土地是不是要有别人的？伊讲不是，当时是美国有一个这个大使哈，啊，伫这个中国遮，但是因为透过这个会议，因为这个部落高山拢是一个部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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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唔是国家。所以讲，天皇那讲哦，安尼用部队来征服起来了后，那有整个哦，伫台湾这个岛屿啊，哦，建立头一届主权，啊，这个主权就是权力的主权。这你若无熟的会清楚，就是过去我伫个演讲的当中，哦，有人讲韩国。甲台湾拢作雷同，但为什么韩国会当独立，台湾袂当独立？哦，啊，这甲这拢有关系，完全关系足大。你等下详细听，听到尾个时阵，我会做一间全部个解说，为什么台湾袂当独立，走向独立这个问题，恁尽慢慢啊听，哦，啊详细听，到遐等一下我做。做一个解说的时阵，哦，啊，原来就是安尼，咱袂当独立，啊，会当独立化很久啊，啊，拢无法度通独立吼，问题拢出伫遮吼。过、哦、来就是这个土地法吼、哦，咱有分做国内法，因为咱有买厝，嘛有买土地，啊，为什么咱的厝地甲土地无迄落领土的主权？只有所有权，对不对？哦，咱的土地，
讲啊，我住这栋厝，这个我无领土主权，咱所摕到的拢是所有权、所有权的，吼、哦，问题就是伫遮，吼、哦。啊，若伫这个国际上的名称、的名词都无同，吼、哦，这块土地咱就是讲主权，吼、哦，到底这块主权啥问题？这块是啥？哦，咱就用主权名称哈、哦。来，这个是马关条约的这个原文哈。咱、哦、来看头一个，大清帝国的大皇帝哈，陛、哦、下，甲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哈，陛、哦、下订立合约，就是因为因战争哦，啊无钱通啊来赔，所以讲会挂的哦，来赔了这个日本天皇。但是咱的教科书是甲咱教安怎？日本窃占台湾，哦，应该大家咱较早读的是拢安尼。但是你若想，天皇是因为是条约，哦，签订条约躯体，哦，咱是以这个条约来取得台湾甲澎湖，哦，唔是讲窃占，哦。这原文咱看就知吼。过、哦、来，到底这块土地吼、哦，要签的时阵到底是派什么人吼、哦？第一，代表的就是伊藤博文吼、哦，啊，中国代表的就是李鸿章吼，派代表来签约吼。签、哦、约完了，伫六月初二，因有点交。点交呢？到底是派什么人来点交？哦，华山之计，咱足少听到。但是华山之计就是咱日本天皇派来伫台湾的头一任的总督，哦，总督。因为迄阵是殖民，要是殖民地，所以讲是由天皇派去的，哦。第一任的华山之计来做点交。但是中国这方面就是派李金芳，李金芳就是李鸿章的第二个后生，哦，咱都要看这个李鸿章哈，伊、哦、第二个后生来做点交哈、哦。啊，点交完了，就是六月十七开始施政哈、哦。来，这个咱简单来看这个图哈、哦。下关条，哈、哦，下关条就是。一个北九州市起来遮，再有一个下关，伫山口关的下面吼，叫下关市吼。啊，这个呢，就是东街市吼，日清江河吼，共和党谈判地嘛吼，伫这个春芳楼内底吼，春芳楼里面，啊，伊这个应该正是讲。较早的乌遐厝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内底简单是拢以前无用像讲吼，迄、用砖啊拆的，是拢用柴建筑，整个规个建筑物拢是吼，稀烂起迄类的柴。但是因为伫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到原子弹的影响，所以讲即个遐吼，拢夷为平地吼、哦，炸弹啊。炸掉，啊，咱变做平地。但是日本天皇命令这个伊藤博文，哦，搁伫原来这个所在，哦，搁起一间，这是一个纪念，哦，所以讲叫啥？日清江河纪念馆，哦，日清江河纪念馆，惊，这就是港口，就是下关，哦，下关迄个港口，哦。来，咱拄仔讲第一任吼、哦，第一任的这个总督，伫台湾遮总共有19任，吼、哦，19任的总督。但是我遮为啥呢？奈用18任甲19任，啊，其他呢？其他我就无讲。伊这个18任的以前，就是殖民地，就是拢由天皇来指派。但是第19任就不是，就由首相
咱伫遮咱家做一个分别吼，就是讲伫十八音长武川清的总督，以前拢是殖民地，迄阵战争咱也是失败，投降了，这个土地还阁挂会出去，吼，还阁挂会出去。所以讲日本天皇伊惊，吼，即个国际法的专家，伊就建议天皇爱实施明治宪法，吼。就是1945年4月7日，将台湾甲澎湖合伫日本天皇的这个新政不过分割的领土内底。你只要若是合并啊实施这个明治宪法，就是内地延伸啦。哦，啊，因为在这当中，咱有实施这个方面化，即按照外国公法的 SOP 内底，咱有叫迄个定数，所以讲这块土地。只要合并了，就永远拢割袂出去啊！哦，啊！你伫1945年4月7日了后，哦，合并伫这个天皇的领土，所以讲第19任都唔是天皇来指派，就是由首相哦，当然是首相叫做东条英机啊。来，咱再个较详细哈，那。再来了解一下，就是讲天皇任命的总督是殖民地叫做基本法吼、哦，因为这个总督啊，伊会家己设立这个基本法，唔是明治宪法咯。基本法的意思就是讲，吼、哦，譬如讲，我听阮内公啦吼，阮内公已经往生了，八几岁啊。伫我做囡仔时阵吼，我讲阿公阿迄门，那也无爱关呢。话人讲是讲串的吼，吼串的，迄阵是拢住在三合院，吼、哦、啊，迄我咧问，迄门拢是新屋去做的哦。啊，讲唔免，迄唔免关，安尼个关下头，拢总免锁啊，免送啥货。迄阵哪有拆，迄阵完全拢总无拆。啊，那恁进，迄阵的年代甲即阵的年代，你甲相比起来，我甲你讲，咱迄个铁门啊，大门啊。拢是用石板内饰，白底啊，对不对？过而且要锁，含家己的，讲着较歹听，家己的要开，无一定开会开啦。有影无？话着搁，咱若正常门安尼锁是闯入，啊着正转来倒转着开会开啊，对不对？伊着搁锯的，啊着搁转后壁还是头前，哦，啊当开会开。比较情况，这着是教伫迄个年代的教育。越南安尼非常有规律，吼、哦、规律啊，对囡仔就开始教，教甲足好势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伫这个总督伊实施这个基本法啊，又过阮爸爸吼嘛、哦、是受着阮内公吼伊的教育，迄种一贯的教育，像讲牛车，迄阵的交通工具。拢是牛车嘛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若车安子啦，还是车车啦，你是袂使搁爬去牛车顶坐的。你若予迄保警看到吼，该叫来就用金条给你烧嘛。伊为啥物？迄只牛要拖只物件已经足重的，你爱该做伊行，行到哪到厝，吼、哦！所以讲，迄就是总督一定的这个基本法。但是，你若合并了后，这个不可分割的领土就爱叫做明治宪法啦。伊这个日本宪法内底，哦，袂当用公家村的，哦，得用官的，哦，所以讲个人哦，总督伫殖民地会使安做，但是若合并了后，哦，就袂使安做了吼，就叫做明治宪法哈、哦。来。咱即卖伫遮来看遮个图片吼，这是领有台湾主权之下的迄个吼天皇陛下，啊，即像明治天皇、大正天皇、嘉禾天皇，甲冰城吼，就是即个明仁天皇，即拢是年号，但是因正式的名吼，比像明治天皇叫做木仁。吼、哦，啊，大正天皇叫做嘉仁，
嘉禾天皇叫做儒历，吼，啊，咱金上的天皇，吼，叫做明仪。啊，明仪的大汉后生叫德仪，第二后生叫做温仪呐，吼，温仁。伊德仁吼，生一个祖囝尔，啊，温仁有两个祖囝，啊，上尾啊，佫生一个后生，吼，本地无后生的时阵。国会有想要修宪，吼、哦，要予祖荫仔做天后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拄仔好，阮人有生一个后生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叫优人。伊进目前拢是仁义辈，仁字辈，吼、哦，拢是仁字辈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咱大家了解了解一下，吼、哦，啥物啊叫做？方面化，吼、哦，方面化就是对这个1895年开始过来，吼、哦，1915年，吼、哦，开始伫这块台湾这块岛屿日本天皇开始，吼、哦，建立主权了，伊经过这个万国公法的这个 SOP， 吼、哦，伊开始进行，吼、哦。童话教育，吼、哦，啊，予咱学这个语言，吼、哦，到这个1937年4月初，吼、哦，开始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拢是实施方面化，就是阮爸爸，吼、哦，伊近86岁啊，但是伊国校6年读无毕业，吼、哦，因拢开始就是拢在。做事尔，迄阵拢是农业社会，无迄个时间通啊读书吼。啊，拢暗时吼，啊，嘛无啥物册包啊，都拢一个三角巾啊包包的吼，啊，着去一间教堂吼，较大间的教室，啊，去啊读书安尼吼。伫迄个年代吼，伊即个语言啊，伊有分吼。伊记伊有分即个隐者文甲撇者文，吼，有即两种。但是即马日本语言啊，伊迄个外来语啊变化足济，吼，所以讲若年龄较济，甲少年个伫讲个语言，拢一个腔尔，吼，一个腔口，啊你听无啥有，但是原来母音要听有，吼，像咱即马个，吼，伫迄个年代。诶，即个语言啊，吼，咱伫即个方面化了，吼，像即咱有一个称呼嘛，吼，袂当讲总是伫台湾，吼，咱迄阵是少数民族族较侪，吼，啊，所以讲日本天皇即摆来遮童话教育，伊所教，即是较简单诶一个称呼，啊，咱较等下，咱会详细会去听着，吼。伫迄个年代叫阿公，吼、哦，就是讲，伫叫即个乌豆酱，吼、哦，年纪迄阵是叫乌豆酱。啊，那阿妈叫乌卡酱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迄阵人讲，那即马吼叫爸爸，迄阵呢，伊所讲的就是豆婶，吼、哦，拢叫豆婶。啊，那妈妈拢叫卡酱。吼、哦，卡只，啊那阿兄的称呼是叫逆散，吼、哦、逆散，吼、哦、逆散，即个着较伫社会上，咱着拄会着，吼无，那即摆有个人讲，诶大大大，啊啥物货，吼拢是叫大即个称呼尔，啊嘛有人，吼、哦、像我，那年岁变较侪，讲啊逆散，吼、哦、你好。啊，人就叫一个阿兄，意思就是逆生啦，吼。啊，那小弟叫做乌豆豆，吼，小弟叫做乌豆豆。啊，那阿姐，吼，叫做乌内姐，吼，乌内姐，吼。啊，那小妹叫做姨母豆，吼，迄阵，伫只有一个称呼啦，吼。啊，那想讲，伫因迄个年代，阿伯、阿姆，吼。阿婶啊，哦，那阿姆啊，
啊是阿叔、阿婶，啊是婶伯、啊姑丈啥，因无咧叫遐，吼、哦，迄是咱伫即阵来，吼、哦，受着即个教育，才有即个辈分的称呼。因迄阵阿伯以上，吼、哦，无遐个像我拄仔讲的吼，叔、哦、公啊，吼、哦，遐因只要是查甫的阿伯以上，拢叫欧里萨。哦，拢叫欧里萨。啊，若查某的，哦，若是查某的，拢叫欧阿萨。哦，咱若伫市啊买物件，哦，包括买菜，咱袂讲去叫老板较少。哦，若查某的，哦，像我来讲，啊，欧阿萨，啊，你甲我切一块猪肉。哦，还是讲啊，我买一条高丽菜，还是买乌龟。哦，咱袂去叫头家，哦，啊，这就是方面化的一种。还佫有，你若像讲，咱若伫路边，还是讲咱去上班倒来，一工倒来，若路边有人用一台车，啊，用一足外脚的桶啊，伫行的汉字有写番薯啦，吼，爱惊佫会写一个日语，哦，迄、那个日语汉字的名叫做亚奇摩。哦，就是汉族的这个意思啦，哈、哦。啊，你若讲咱伫厝里，伫骑个机车，迄叫啥物啊？奥多麦，迄就是日语，就是较早来讲奥多麦。哦，啊，若咱只伫听，咱讲音乐收音机，那是较早日本时代迄阵叫做台机哦。恁真少年，真拢唔知影，吼、哦。安尼像讲，哦，咱平常时有做工诶，还是做房务诶，做肉诶，迄拢知影。有去掠着鱼啊，哦，迄叫做骗子，哦。啊，若伫锁螺丝，哦，迄叫做螺赖肉，迄拢是日语诶一种，吼、哦，就是方言话诶一种，足济，哦，啊，足济，吼、哦。哎，我们话意思大家了解了吼，吼、哦，单单就是安尼吼。过、哦、来，这个就是东条英机吼，就是迄阵的首相吼，伫1941年12月7日吼，伊、哦、来发动这边的第二次的世界战，就是由伊来发动。啊，为什么总是平常无如果过来发动这个战争嘛？吼、哦，是不是？是因为当这时就这个华盛顿的军事条约内底，吼、哦、有五个国家，吼、哦、就是英国、啊美、啊加这个苏联、意大利、吼、哦、啊加日本，吼、哦，这坐落来在谈论开始制定这个军事条约的时阵，就是讲美国伊会当做无只个工作，但是。本啊，你较小，哦，啊人口嘛较少，啊就是以你这个人口的比率，哦来做这个降准，但是东条英机伊头壳足好，迄个年代拢在战争，啊你战争，要安怎来战赢啊？一定爱，伫你这个军事上，哦你一定爱资料足好，包括伫海面上、陆上。你拢爱做人足健全，啊！伊迄阵就是违背了这个军事条约，伊甲降准。啊！迄阵的头壳脑筋足好，迄阵就会当做航空母舰，吼、哦！啊！伊的驱逐舰，伊是爱做一个 team， 迄伫海上也好，吼、哦，伫陆上也好，伊头壳非常好，吼、哦！啊！演变到尾啊，这个美国控制这个经济。伊知影违背着这个军事条，所以讲伊把经济控制了。哦，譬如讲啦吼，石油方面啊，还是玉米吼、大豆这方面，把伊控制了后，当条伊讲害啦，安尼无战争袂使。哦，所以伊要起始珍珠港，毋是偷袭珍珠港。咱伫影片咱看的是偷袭珍珠港，吼、哦。如果你若是保持的话，伊变两个国家
战争爱两个国家拢同意，吼，安尼呾袂去违背着一个战争法。为虾米？伫迄个年代吼，伊即马伫十二月初七开始一个轰炸珍珠港，但是伊十二月初五，伊就对即个日本海出去，伊到太平洋爱两天的时间。伫伊即个战争，伊伫日本的鹿儿岛已经训练三个月。日本的鹿儿岛拄啊好甲即个珍珠港足雷同，吼足相近，吼。这是奇袭珍珠港啦，吼。啊，伊即个，吼，即个珍珠港，即个港口，甲迄鹿儿岛足相近，吼足相近。所以讲，伊伫遮训练三个月了，吼，去到当地的时阵啊。去拄啊好透早，啊，迄天伫美国时间十二月七日，拄啊好礼拜，因休困的时间。所以讲，你若伫影片咧看的当中，奇怪，今休困，他还阁有伫演戏。详细甲人讲，毋是吼，已经开始伫轰炸，吼，开始伫轰炸。吼，啊，即你若伫谷歌吼来拍片了，看有，吼，啊，伊我是用几张做教材用，吼。来，伫这个年代吼，十二月初七轰炸珍珠港，十二月初八，爱会记得吼，伫美国宪法内底，总统无权通啊命令三军出兵进征，吼，爱经过国会半数通过了，由国会来发布这个命令。才可以开始战争，吼、哦！啊，因为伫即个当下，吼、哦，就是伫迄阵战争，即、這个罗斯福，吼、哦，伊迄阵是做即个总统，但是罗斯福，伊有分这两个罗斯福，就是大罗斯福甲小罗斯福。啊，大罗斯福，吼、哦，伊伫1902年，伊嘛做过总统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两个是。结拜兄弟，堂兄弟啊，吼、哦，结拜兄弟。但是这个小罗斯福，吼、哦，唯一是全球内底伊做过四任的总统，过来拢无人做过到四任，吼、哦，落来拢两任尔。啊，因为伊啊有小可小儿麻痹，吼、哦，小儿麻痹。伊享年63岁，就是伫遮，吼、哦。即个咱知影啥个吼？刚才遮是白宫，白宫的后院，吼、哦，白宫的后院就是伫遮。白宫吼足快，真正足快。头前吼，即、哦这个是国旗吼，伊、哦、伫头前遐。四颗连灯啊，四颗连灯拢有围起来，吼、哦，熟悉熟悉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去年这个2月28，吼、哦，咱控告ROC甲这个美国，啊，咱伫3月8号，咱伫华盛顿 DC， 吼、哦。13楼开这个国际记者会了后，咱就经过白宫吼，甲伊参观，袂当去吼。咱伫这个时光走廊遐，你会看会到吼。啊，因为我这是摕手机入去翕的吼，伫迄个迄落翕的，啊，所以讲才看会到，因为我就是有这个教材，我当知影讲啊，罗斯福吼。伊是伫遮，迄阵伊出来运动的时阵，啊倒咧，啊就无阁爬起来，吼、哦，就是因为伊有迄个脑溢血，咱咧讲就是讲串红脑筋啊，大条的，吼、哦，啊倒咧，啊就拢无阁起来，吼、哦。啊，四颗连灯，伊你若要爬起这个墙啊，伫这个白宫的四周围，拢总有便衣甲警察。哦，伊会甲你制止，
但是跟你讲一届尔，你若第二摆佫故意故意要佫还，伊就绝对开枪甲你拍。啊，内底吼，拢是真枪实弹的这个警察，吼、哦，所以讲毕竟戒备森严啊，吼。啊，伫这个1933年了后，吼、哦，历任的总统，迄阵的总统，哦，这就是杜鲁门啊，哦，副总统杜鲁门先去做总统，伫这个年代落来，吼、哦，伫你咱知影总统了后。因所有的党只有两个党尔，吼、哦，就是民主党甲共和党这两个党，吼、哦，啊、哦，你甲看吼，拢、哦、是民主党甲共和党，吼、哦，包括即马的这个奥巴马，伊嘛是民主党，啊，为什么？民主党伊是人较侪，但是伊较无钱，吼、哦，啊，共和党呢？人较少，啊钱较侪。以后台湾民政府只有开放这两个党，吼、哦，就是民主党甲共和党，互咱当心自由选择，吼、哦，自由选择，吼、哦。来，啊，这个是1945年，吼、哦，4月7，吼、哦，日本天皇下诏书实施，吼、哦，日本的宪法伫台湾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内地延伸啊。哦，台湾啊，承认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哦。来，咱即摆看这个波纹图哈，咱来看，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咱属于太平洋战争。啊，若中国迄边，伊是属中国政府，甲咱连一点仔关系都无哦。啊，为什么这个影片顶边太写高沙义勇军？那么写皇军，因为伫即个1945年的进前，还袂颁布宪法的进前，哦，拢还阁是殖民地，啊，殖民地拢叫做义勇军，哦，啊，若伫1945年4月7以后合并领土了后，就叫做皇军，哦，阿阮三军，伊就是征兵啊，就是用皇军，哦。皇军啊、哦，这个啊，伫、哦、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这是盟军的统帅，这个、就是麦克阿瑟本尊啊、哦。啊，因为伊甲麦克阿瑟日本天皇甲麦克阿瑟见面的时阵，啊、哦，又甲麦克阿瑟讲，讲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边的战争，啊、哦，是由我。日本天皇所发动的，哦啊，所有的这个责任，哦，是由日本天皇来承担。但是麦克阿瑟伊听日本天皇的叙述了，伊讲无可能，日本天皇将民族伊的野心无遐大，哦，所以讲伊就派麦克阿瑟就派这个一边啊，哦，诶，这个人啊。去调查，结果调查起来，就是咱拄仔所讲的，当时的首相东条英机所发动，所以讲东条英机无被枪杀哦，啊伊嘛无关，伊是被绞刑，吼、哦，绞刑咱知啦吼、哦，就是阿妈棍甲伊吊起来，吼、哦，用绳仔吊起来，迄个绞刑吼，啊日本天皇无受到处分。哦，过去就出分，啊、哦，啊，这个是这个，伫密苏里舰哈，1945年的9月2号，哦，递投降书，哦，伫这个日本的东京湾哦，密苏里舰顶管哈，啊，当这是二战结束了，哈、哦，因为美军将驾船，吼、哦，伫中国，吼、哦，啊，在即个，即我都嘛唔知要安怎讲，吼、哦，支那军啊，即讲是阵线军，吼、哦，走路阵营，啊，即即个人咧甲咱管，吼、哦，即拢摕即个
要笨蛋，哦，敢那嘛无穿哦。我会记得阮阿公吼，捌甲阮讲，讲迄阵中国人来的时阵吼，因为当时是日本时代吼，咱伫迄个壁，吼，吼外口还是有水龙头搭转的，啊，都有水落来。但是因中国人来的时阵，唉，嘛毋知呢，迄五斤人讲，阮阿买一个水龙头，啊来拍空，啊壁安尼甲撑起。啊，来全无水，结果是迄个五斤人，迄个头家吼，迄个骂，讲是安怎？人迄全会有水，啊，我是壁下出来，啊，太水无落来。你甲想讲，迄阵，迄个脑筋啊，安尼要来管咱遮，吼，拢穿草鞋。阮阿兄，阮上大兄吼，六十几岁啊，啊，因较早伫国校。受教育的时阵，国校的老的迄校长是唔捌字呢，甚至要写家己的名都足困难，爱怎来做校长？哦，应该你唔捌听过这个故事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事实的，吼、哦，包括咱秘书长也相共，伊读建中的时阵，吼、哦，秘书长的这个数理足厉害，吼、哦，包括伊考建中，数理拢考一百分。入去的时阵，害咯，拄啊一个中国人，拄啊捌迄篇英文尔，啊在讲听无，哦，啊秘书长就问囝的这个同学讲，啊你听有无啊？讲伊嘛听拢无，无啥啥，哦，所以讲这种人，啊伫遮，把咱把教教吼，你敢想用中国的历史，包括用啥物宪法？五权宪法，大家台湾你也想看，真会社会甲经济一塌糊涂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天讲的是国贸节，请恁来上，吼、哦。知啊，江苏应该拢有甲恁讲嘛。即天敢是国贸节？毋是啦，吼、哦。即天就是苏俄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交战国的占领日，吼、哦，即天就是正面日。苏俄参加战争的人，就是伫即天分配正面，吼、哦，并不是啥物公务节，吼、哦。安尼大家有了解了吼、哦。来，啊，即张吼，伫顶礼拜，吼、哦，顶礼拜咱有一个，吼、哦，恁也是上高级班。哦，咱就甲你称号叫做动心啦，吼、哦。伊高级班上完了后，爱有做一颗滚绣，啊，颗滚绣吼200条，两点钟，伊讲看讲无啥啥，哦，啊，顶礼拜的这个郡所的考试，105个左右，只有14个考过尔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张就是其中之一，足重要诶。咱今日坐伫遮，为着啥物？拢为着这张吼、哦，就是1946年1月12日，中华民国伫一夜之间吼、哦，集体甲咱规划诶中华民国节，就是这张啦，吼、哦，行政命令。啊，伊这个内面就是节参制第1297号序列啦，就是。这张的行政命令，这张是原文。在迄个当中吼，咱的士大人嘛无讲要做中国人，咱是日本人吼，伫伊这个后裔嘛。你有签过身份证？咱 TCG 的这个 ID 有申请未？敢有申请啊？有，恁去申请的时阵，恁伫这个户籍事务所爱签这个。户籍填本啊，就是用毛笔写迄份，迄份咱签下来的时段，就是1945年9月7日进前出世的，哦，咱拢是本土台湾人，哦，伫这个逻辑你甲伊想就好。日本人甲日本人生出来是啥物人？啥物人？应该是日本人，你无对嘛？啊，你台湾人甲台湾人生出来，
嘛是应该是台湾人，是为什么咱种客着是中华民国籍？咱是中国人，是迄张个证明个身份，离去外国，咱是甲你证明你是中国人，这是无对个，吼、哦。包括最近发生肯亚事件，肯亚事件就是讲你伫遐所发生代志，不管你诈骗也好，啥物做啥物代志，只要你讲你犯罪，你一定会上落来伫你个。无讲的吼，就是讲你是台湾人，你会送到台湾，但是唔是，是为什么会送到中国？吼、哦，对这咱就来看会出来，吼、哦。这是1946年1月12日，吼、哦，将咱台湾人一夜之间，吼、哦，来改变做中华民国籍，吼、哦，就是这张，吼、哦。包括1947年，吼、哦，这个2月28日，吼、哦，这个大屠杀，吼、哦，因为日本伫只管理57年啊，57年当中，伊栽培真侪